今日开始哦，咱来看天气。虽然讲这个梅花风台已经走完哦，也唔过气象局是提醒咱大家哦，受到西南气流影响，拜三进前，中部南部甲台东也是会有短暂阵雨。气象局原来是针对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甲恒春半岛有发布着大雨特报。来看这个梅花风台，目前是每一点钟15公里的速度，行向西北的方向，要去大陆的方面哦。气象局是讲咧，受到这个西南气流影响，第一今仔透早恒春就开始咧落大雨，对明仔到拜三，中南部甲台东拢有落雨机会。另外，这梅花风台已经造成中国华东的这空中交通拢是大乱，未少飞机哦，唔是停飞，就是慢飞。台湾的中型华航甲复兴，今仔日要飞上海班机，有那是延期，也是讲有取消。那是要坐飞机的民众，伫出发之前，敲电话甲航空公司，甲伊询问个清楚。